团，嘛是咱俗称的后生哦。那每一个后生的团体哦，人数呢，从一二十名到一两百名都有哦，在于每一次的需求性去发动他们的成员。那他们所念的咒语呢，就是会跟今天的庆战的主旨会有关，也会跟神尊会有关系哦。所以呢，会按照每一次的活动别不同呢，那咒语呢上面念的也是不一样的哦。